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的影片让你永远看不腻。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超屌的企划呢？各位都知道，我这个前一阵子买了这个多力多滋的饼干，我买了400包，为了里面的传说对决序号。那我就不禁思考，那在我拿完序号之后，这些饼干我到底该怎么处理？这些饼干到底该何去何从呢？就在我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呢，我想到了，我发现洞。那我发现都是说，哎，开个玩笑嘛，1包200，有没有人想买什么的？果然还真的有，我成为全台首富的这个机会来了。有一个我的女粉丝啊，她私信我，她说卡1包200我愿意，我就说你少来，哈哈。她说不，真的啦。我说为什么？她说只要是你碰过的东西，不管多少，我都很愿意付出。就是这么狂，各位。我说我服了你，你住哪？她说新北，然后我就说这里有333包，就是。总共66600啦，他说有点小恐怖。我说买多的话，我北上跟你面交。他说干你认真吗？我说你都1包200买了，我还不北上说得过去吗？那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想说，那他既然就是在没有任何的福利的前提下，他会想花1包200块跟我买，代表说他非常的喜欢皇帝我嘛。所以我决定今天这个企划就是，我今天北上，然后跟这个面交完之后，我会答应他任何要求。他要我陪他逛西门町。他要我陪他拍照，或者是他要我抱抱他、亲亲他，这不是自肥，不是哦，不是。我只是举个例，我说他提出任何要求，我都会答应他，只要不要说要割我的器官去卖之类的，就是合理的要求，比如说带我回他家睡觉什么的，我都可以，对，合理的要求都可以。我都跟他讲说，你都买1包200了，我还不北上，说得过去吗？他说10包他的极限。我本来跟他讲说星期六见，我会拍影片可以吗？他说好啊，真的吗？我说真的。那我说我是希望他买20包，然后这样子才可以成为台湾土豪啊，对不对？他说他努力看看，他说他努力跟朋友熬钱。我跟他讲说，我不会留序号给他，序号我都先拿走了。然后他就说20包，他说 OK， 反正就是我会用封膜机封起来啊。把口封起来，我不会乱加东西。我刚才说，我不会在里面乱加东西，因为序号在袋子里面，我把它打开，然后拍序号，然后等于说这个饼干是被我打开了嘛，然后就说我不会乱加东西，你放心。他说好，就算乱加我也喜欢。Boy， 他等于是用4000块买皇帝的一天，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叫我陪他吃晚餐，叫我陪他做各种事情都可以，我觉得是蛮划算的。OK， 反正各位，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台北 ，Let's go。OK， 各位，5个画面，这个对方说，那可以5点前吗？我朋友说很想看你，也很想跟你拍照，然后今天他为了你早起，可是他5点就要走了，然后他就说，我真的很想要看到你，然后我今天特地为了你很早起，然后我5点前就要走了，他要爱心吧，我要哭了，我真的，对。他5点就要走了，他说他朋友很真，他妈我听到这个动力全满 ，Let's go， 各位来，他要20包，我们一句说是20包，还好，我们就随机出口味，没有调过，这个都是我密封过的，绝对安全，只是说不能放太多天啊。嗨哥，我原本想说20包没有很多，但这样装起来整个超大一袋。现在是下午2点半，出发台北，就为了跟他面交。哦，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啊，这里面是2双臭袜子，我穿过的。那有粉丝想要买我的臭袜子，1双500，去台北顺便跟他面交袜子。如果他有空的话，顺便再拍一支影片，好不好？到台北面交这个臭袜子的部分。OK， 来个。嗨各位，我们来到西门町。这个开封过的零食，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西门町干什么呢？我们刚不重要。那我们刚很可怕哦，我们刚从那个捷运站上来看一下，然后我们上来，然后那个粉丝就跟在我们后面，对他们就跟在我们后面，我吓到哎、欸，我当时要奇怪后面怎么会一直有老鼠吱吱吱叫的声音，原来是他们两个。好，那还省得我们去找他们的时间呢、啊，那这个我们就先给他们。你先拿，然后这个时候我要做一点很不要脸的事情。真的吗？我要。哎哎哎哎！
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还要。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请问一下，今天还有想要什么？我陪你们做什么事情吗？所有的要求都答应你们，只要对，只要什么？只要合情合理，比如说去你家睡，看到你就很开心了，就这样子吗？对，不用做点别的，确定哦？太紧张了，第一次看到本人。那没关系，你慢慢想。我今天到晚上六点了、啊，到六点之前你可以慢慢想，因为我们要实践也是需要时间。好不好？你可以慢慢想。六点前就要回家了。好、哦，那我们现在是赶紧要做点很特别的事情。就逛一下，是吗？逛街吗？对啊、单纯逛就可以了吗？对。可是你中途会不会遇到很多人跟你拍照，然后就？没事啊。要逛的话，要不要你们一人勾一只手啊？可以吗？当然，我们今天就来送福利的嘛，对不对？那就你们请随意。各位，你知道现在是何等幸福的画面吗？你们看，我人生的目标都这样达成了。我刚刚算是变相的包养你们吗？好像也不算哦，对不对？开心吗？开心，超开心。你这个快太夸张了，我自己很紧张哎。这逛西门就好了吗？你们脚步有点快，不要紧张，我们慢慢来。好，好不好？慢慢来。有没有想吃些什么呢，宝贝？不用。真的不用吗？对。那我们就逛而已嘛，这么单纯。对，就聊天。啊，聊天。那你们有什么想问的问题都可以问。你们不要紧张，一直不要紧张。不然你们既然不知道怎么跑福利，那我帮你们啊，好不好？问。这样可以吗？好。那换你。他为了你打扮很久。打扮很久啊。那我们现在的话。要走哪里？我对西门町不熟。问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走哪里了。不知道走哪里是？我只要有你们两个在身边，走去哪里都没关系。我也是。好，基本上我们今天就是来完成粉丝的福利，好不好？那摄影师现在走路非常的艰辛，各位体谅一下，那镜头有点晃。各位，我先澄清一下哦，今天这个只是企划，问他们说有想要什么要求，然后他们都没有特别提出来，好不好？有开心的吗，两位？有，很开心，非常开心，我要飞起来了。那需要合照吗？一定要，我们停着合照一下，你就在那边拍我们。你们两个有没有可以提供一点情侣的动作，或者是手机查一下现在情侣间的拍照姿势？各位，那不好吃。我没有想到，我已经给他们这么大的福利，结果他们不懂得珍惜，还要我自己主动，这样显得我像变态，好不好？反正今天我们就是真的是要给粉丝送福利，因为为什么会找上他们？因为我在限动发说一包饼干卖200块，我只是开玩笑，没想到他是很认真的想买，就是真的单纯喜欢我，而是要去买。不是说有什么福利有什么诱惑他们才买，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很喜欢我才这么做。因为如果今天随便发一个限动，你吗？我随便卖一个人200块，谁要买？但是他是真的喜欢我，所以他今天用这个20包饼干的价格买我陪他们约会，我觉得是还蛮有价值的。因为毕竟价值这种东西是个人的，快点，我现在真的主观思想啊。然后他们现在就在挑这个情侣的拍照姿势，变得好像是我来找他们约会一样。갑자기내게나타나준너난아무말도할수가없었지첫눈에반한다는이야기가널보는순간이해가됐어好了，纯属效果，完全没碰到，我没碰到对吧？对，我真的没碰到，只是一个借位，真的是完全没碰到，好不好？那实在他们两个真的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情侣间到底该做些什么，我也比较少谈恋爱。那我们去拍那个 ，OK， 这是拍照，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那我们就带他们去圆梦吧。相信这是很多粉丝都想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带他们完成。各位，我先要带他们去做黑修脸的事情，来，进去。开心吗？今天开心了。那我们今天算是有完成你们这些身为粉丝想要达成的愿望。对 ，OK 了哈，应该各种可能不亲密的啊，贴地照片不要乱传，那种比较亲密的不要乱传。如果那种单纯合照就可以。那。
开心吗？今天很开心。哎、欸，你爸妈看到这影片会不会觉得我在对你们干嘛？不会不会不会，我爸讲清楚吗？有讲清楚就好了。我妈不知道你的，不知道我看到更危险的。那我们今天那个计划算是圆满达成，但是我们的计划完成之时，今天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还记得我们的交易内容吗？这个，真的可以收下吗？可以，这样值得吗？很值得。那各位，我们的今天高铁费用就有了，但是很感谢他们，就是特地来陪我们参这个企划。对，那我们今天这个粉丝福利的企划应该算是做得还不错，这些都是他们自愿，他们也想要，对吧？对。那我们送他们到捷运站了，那再见。拜拜。好了，那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对吗？好幸福的一天，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啊。너의 한마디 한순간이 소중해서